做牵牛的时候，他也会说就我印象炸了。需要你直播间屏幕全面化，弹幕显示和零特效关闭一下。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眩晕图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家猫在我腿上睡着了吗？这是，还挺暖和。第一张图，谢谢高江。拿一下图。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他们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眩晕图。三，二，一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一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个数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十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一点。九，仔细的盯着它。八，不要看向别处。七，就要看别处，也要俯身来去看中间的一点。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。五，再坚持一下。四，效果会很快出现。三，做好准备。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。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，效果出现，谢谢九州哥。第二张图，谢谢新来的学费。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将打开今晚的眩晕图。三。二，准备一下。一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个数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十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。九，仔细的盯着它。八，不要看向别处。七，就要看别处，也要回过身来继续看中间的圆点。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。五，再坚持一下。四，效果会很快出现。三，做好准备。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。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，效果出现。欢迎天涯，欢迎大黑。
最后一张图。三，折线屏幕全面化。二，灯面显示和灵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幸运图。三，二，一，认真的看着我键屏幕中心的圆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枚数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十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。九，仔细的盯着它。八，不要拍向别处。七，就像看别处一样，和我是来继续看中间的圆点。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。五，再坚持一下。四，效果会很快出现。三，做好准备。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。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，效果出现。每个人的耳机的音量都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没法根据你的耳机来告诉你，建议自己调一下吧。三个内容，幸运指导，稍等一下，我要换一下麦，大家听一下歌曲。欢迎文少，谢谢天阳哥，神律师，稍等一下，换一下麦，大家听一下歌曲啊。声音，其他外面的杂音都不会干扰到你，甚至如果你听到突然传来的噪音，你不但不会被干扰，反而会进入越来越深、越来越放松的催眠状态。现在，注意你的呼吸，你要很深、很深的深呼吸。
所有的烦恼、紧张，统统的送出去，让所有的不愉快、不舒服都离你远去。每一次的深呼吸都会让你进入更深沉、更放松、更舒适的状况。注意你的呼吸，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，察觉空气在你的体内流动，感觉氧气进入到你全身每一颗细胞里，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开展补充能量的过程。你越能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，你的身体就会更加的健康，更有活力。这是冥想的稿子，从现在起继续深呼吸。你一边深呼吸，一边聆听我的指导，很自然的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也什么都不需要去想的，只要跟着我的指导，很快你就会进入非常深、非常舒服的睡眠状态。宝贝儿，不要再研究我的发色了，我的发色再好看你也不舍得给我看一个牌子。现在你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放松了，你的呼吸速度也变得比较缓慢，慢慢的，你会感觉你的眼皮一点一点的沉重起来，你的意识会渐渐的进入到一个恍惚的状态，但你仍然是清醒的，有一种宁静的感觉，好像你渐渐地置身于另外的一个时空。继续的放松，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地眨眨眼睛，这是很正常。你每眨一次眼睛，你就会更加接近于催眠状态。你的身体会更加的放松，你的念头也会越来越少，你只会听到我的声音。外面其他的声音都变得好像从远方传了过来，不但不会妨碍你，还会帮助你进入催眠状态。你的眼皮原来的内心会更加的宁静。你走向地面上的草坪后，你会进入到平常察觉不到的潜意识，
想起很多重要的回忆，获得很多新的帮助，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。现在向下走，走到第一个阶梯，你的身心会更加的放松了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二个阶梯，你感觉到你的脑海里越来越安静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三个阶梯，你很喜欢这种越来越放松的感觉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四个阶梯，你的呼吸会更加的顺畅。每一次吸气的时候，会把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吸进来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五个阶梯，你越来越深入你的潜意识了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六个阶梯，你的全身都进入到一种非常舒服的状况，好像所有的压力、舒服都消失了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七个阶梯，你很喜欢现在这种轻松舒服的感受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八个阶梯，你越来越深入到你的潜意识，进入到一种仿佛回到心灵故乡时的心情，充满安全和宁静的感觉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九个阶梯，你即将到达深度放松的催眠状态。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十个阶梯，仔细的品味
多了一个齐刘海，我只是整了点齐刘海。兄弟们，你来的既然时间短，然后你还要说我听见黑屏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，我现在鼻子有点肿，感觉我昨天睡着睡着给我自己一拳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多少我是有点沾点什么大病，所以我总感觉我今天鼻子肿，太难了。